各位，各位本土台湾人、原住民，大家好！这个是我们执政的时候我们标准的语言。我跟李秘书长讲，当我们执政的时候，我们回到66年的原点，就是日本统治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讲北京语啊，我们那时候是讲日语、台语，还有我们原住民的语言，对不对？所以我刚才讲，我要从现在开始学习我们标准的语言台语。但是我要求大家回去的时候也要努力讲台语，好不好？好，我进入到原题。刚才我们的秘书长讲，争取这个我们所谓原住民州这回事，当有一天秘书长就讲，来，我们坐下来谈，谈什么？我们人民大臣没有这个人选。那你的意思是怎么样？他说，你可以胜任。我说，我没有办法，因为我这个腰被一吨半的汽车弄起来，我的腰好痛。因为我们台湾有14族原住民，有10族快要产生10族的平埔族，一共24族。这个人民大臣一定要下乡，这个族他的生活、他的环境都要了解。每年一度的所谓丰年祭的大典，你请这个人民大臣，你不去，他会说瞧不起我们这个族。人民大臣一定要参加，我能吗？我会走动吗？我走路差不多颠颠倒倒的，所以我说我不能做这个事。我们秘书长一再的讲，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3次。我最后逼到墙角，没路可以走，怎么讲？没有路可以走了，所以我说只好答应。所以我7月25派令到了。人民大臣某某人，我就开始想，到底人民大臣是做什么？我就问秘书长，他的组织架构是什么？你自己想啊，你自己计划。哦，我就没有睡觉了，我白天也想，晚上也想，我一直想想想想，哎呀，这个人民大臣的流程一直下来被架空了。怎么架空？没有设立人民州的时候，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比如讲，我要4个副大臣，一个阿美族，一个布农族，一个排湾族，一个平埔族，这个4个副座共同来研拟原住民的政策，重大政策。你好了，必须要送到州议会啊，由参议员来审核。哎，我的原住民的参议员就跑到宜花东州去开会，我这边没有产生这个原住民的那个这个体系的参议员啊，
那什么政策都没有办法。当我站在人民城大臣的立场上，不论主，你要划地自限，从这个平原到那个平原，从这个山到那个山，是我们长同的传统的领域，这个土地要还给我，我答应了。这个计划我要送到一个州的州议会，让参议员去审查。我的参议员在那里跑到宜花东州去开会，那怎么决定？架空了。我要把这个希腊雅或者是达样成立一个原住民自治行政区，这个计划里面很多很多，要拿到州议会让参议员去审查。我的参议员原住民参议员都跑到宜花东去开会，那时候要审查。所以我有一天给 Mr. 上讲，必须要成立原住民州，我这个工作才能够推动。我们既然讲台湾民政府是决定台湾的原住民未来的前途，这条路一定要开。他电话给我讲，好。但是我跟他有秘密，说现在还不要讲，你要讲各州的州长哦，他不要跳找那些原住民呢，那是五连队的原住民，我们不要找，我们要找那个派郎就好了。我不是骂你啊，我们阿密族讲那个闽南人哦，是派郎，白郎这样，对不对？你们说对不对？我没有骂人了，是这样子。为什么我问我们的两届的议员陈南禄，这个排浪是怎么来的？就是偷金，什么粮啊？偷金减粮。每次这个排浪到我们阿密族那边，本来一公斤十块，都是五块。无论是这个稻谷啦，这个花生啦，以前我们有种那个高粱啊什么什么农产品，都是偷斤减两。所以我们阿弥祖啊，这个人这一般人是坏人，就是排烂。所以我给秘书长讲，我们原住民必须要成立原住民州，这样的话一个人民大臣所底下五个重大决策的人员，四个副座一个参谋长，他们所决定的原住民重大的政策一定要经过州议会参议员的通过，这个流程这样的话很顺畅。我们不要被国民党笑，我们再不要拿那个什么什么特别行政区的一个框架框在原住民的身上，我们不要这个名词，你们说好不好？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刚才讲说要感谢吴先生讲，我们感谢我们秘书长林志深先生，好不好？他没有答应，我们原住民州不可能成立了。接下来我要问大家，刚才我们秘书长有个是我们的中央决策委员队通过的，不是我。法律可以修正嘛，法律可以修正，修正我们中央内阁的
中央委员一致通过赞成成立原住民州。现在接下来就是说这个名称的问题。我说你什么名字，我挂你什么名字，你不愿意那怎么办？我提出四个名称，一个叫做高沙桌，第二个是原主桌，原住民桌，第三个原住民桌、哦、那这个三个、哦、我们愿意称我们这个组织是什么桌，高沙桌还是原住民桌还是原住民桌，我们现在要表决通过啊！啊，大家表示意见好吧？啊，高沙洲，好，我们陈议员。哎，谢谢。首先我说明哈，陈南禄是现任的议员，
他商界的代表，两任的议员，他是现任的，他在社会上，他是在我们阿美族这个社会历练很丰富，所以当我参与这个台湾民政府的洗礼了以后，我把这些信息又带给他，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吼，下一次下一次下一次，因为他在台东人脉吼很好，大家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找他，他一直在忙。这一次我跟他强迫，你再不去的时候，你一直给我下一次下去，没有下一次我都不理你了。这样，好了，我一定要去这样，所以这一次来感谢他了。啊，陈议员的意思就是说，在国民党时代一直压迫这个平埔族，不能回到这个原住民的一个定位。我们台湾民政府，不管是原来的原住民或是平埔族，要融合，大家融合成为一个原住民，这个是我们多年来我们原住民所争取的名称。他的意见是这样，他是认为我们要称为原住民。要学习八音，这个台语有八音，像这个八音要怎么念？哦，太简单，学习三地口话，哦，人的偏低就八声，哦，车水粗宽，人的偏低，人脉偏低，都是八音嘛，这个可以讲。所以刚才啊，我们再讲回来，那个高沙族没有歧视，是尊敬。哦，在日本，那个那个沙基海港到这个县与县的交界才15公里。你看一个高沙街、高沙灯顶啊，马吉呢？很多，再看一看日本全国多少高沙街、高沙町、高沙山。那么，尤其是我们原住民世界上最有名的，就是帮忙第二次世界大战托国代，南洋。刚刚有在那个看过高沙义勇军，所以我从这边，当然你提出来意见有好几种是很好，我没有讲不好。不过你说这个高沙有这个一种技术的话，日本很多地名啊，很多人的名都是塔卡萨，啊，族就塔卡萨族谷。哦，没有歧视，所以因为大家受了中国的这个教育啊，那么就知道外来政权都是他对原住民对所有的人讲的都是有歧视，因为这个观念来的。其实日本啊是很认真
在建设台湾，哦，没有日本来建设台湾，再让给这个中国这样迫害，我看今天呢，啊，更糟糕，哦，好，就这一点我来说明，谢谢。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是想，我们现在拿的那个公民手册哈，有我的电话，我希望你们表达你们的意见哈，因为时间到了，我们就要结束，你们的意见怎么样？到底是高沙桌比较好，还是原住民桌比较好？哎，你们打电话给我，我们秘书长讲3天的时间要我回答，所以希望你们哈打电话给我，最后呢，你有意见了？好，谢谢。我再说明一下哈，为什么叫做原住民？为什么叫做原住民？因为原住民需要各方面的有一个补助。啊，原住民称为平埔族的话，就没有什么补助，只有在重大灾害的时候，有1级、2级、3级的认定，20%有那个补助，平常没有什么补助。我们的原意是这样，所以有分原住民的意思啊，含义是在这边。所以大家回去的时候，如果你有5、6个朋友，你讨论一下，打电话给我。就这样子我们结束好不好？其他我们原住民的重大政策，我在9月13号我要布达给大家，到底我们原住民今后要怎么做，我会那时候就讲这个政策，希望大家能够来穿着我们本土的我们自己原住民的服饰来参与这个盛大的盛会，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因为我讲3天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做决定要跟美国报告。那因为我们是希望维持个6个州，所以我们把澎湖州啊跟高雄州合并，特地成立这个原住民高沙，反正大家去做决定啊，3天。然后一定要告诉我们，因为我们要马上跟美国回报。那今天的课哈就到这个地方结束。等一下呢要拍照，很重要哈，一定大家服装要整齐哈，拍照哈。好，谢谢各位，谢谢。12号。